来，跟老师拿过去。哦。老六，你妈让我给你带两本，就这么点啊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走了。哇，老六，你吃这么快啊？快什么快啊？本来也没多少。是不是你吃的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我吃的，他自己吃的。走，老六，妈妈带你去买新的。真香，老六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老六，我帮你拿，我叫明明叫到了。老六不想吃我的。老板，这个笔不是彩色的，求你给我换一盒吧。你消呀，这盒就是彩色的，你赶紧给我出去。骗子老板，这笔明明没有颜色。大树到底是什么颜色呀？这次画画作业再画不好就别来上学了。都这么大了，颜色都不会分，大笨蛋，大笨蛋。用这个，树是绿色，是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。嗯。太阳是红色的，能够带给人温暖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谢谢哥哥姐姐，不然他们又该笑话我了。没事，姐姐还有个大礼物送给你，第三魂技瞬移。啊，姐姐怎么消失了？三、二、一，噔噔噔噔。干嘛呢？这个小妹妹有色盲症，帮她。好，有保准。心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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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干嘛？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姐姐，你别报警，那是我的哥哥。你哥？嗯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去福利院，我要和我哥哥在一起，我不要去福利院。你哥哥连数数都数不清楚，怎么照顾你啊？你说我，我哥哥什么都会。哥哥，你会照顾好我，对吧？照顾，照顾。唉，一个月以后，我再做最后一次测试。哥，这是一块钱，可以买一个鸡蛋。鸡蛋，鸡蛋，我要吃。这是五块，可以买个桃子。这是一百，可以买你那个小飞机。飞机，飞机。你什么都学不会，我不要你了。我可以帮你啊。小五，你问我干嘛？他。傻子。帮他，寻宝转处有琉璃，三元魂。妹妹，你们要干嘛？说，我的辣椒放哪了？我吃了。那我的私房钱呢？我花了。啊！我错了，你们饶了我吧。我以后再也不拿了。晚了，小五上。啊！我错了。该给你们上的。给谁打电话呢？张大夫呢？对对对，让张大夫把针准备好。不喝了，药真的死难不喝。喂喂，哎，我老六妈妈。哦，对，她就是不喝药，打针了。不用了，她喝了。怎么样，可以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吗？可以啊。不可以？没事的，姐姐，这老爱用嘛，这个爷爷玩会儿。是爷爷，你全家都是。好吧，来吧。一会儿我会出拳头。石头剪刀布。他怎么变年轻了呀？吴东，你。你说我玩了一局剪刀石头布就变成这样了？嗯，在家等我们。哇，你是他？妹妹，你这是画的老人妆吗？姐姐，你把手伸过来，我给你个东西。不要。
小朋友，你坐我家楼下干嘛？我不会说话。那你家住哪里？吃完一个，姐姐，饿。吃完就回去。哥哥，第七魂技，走火兔兔。是吧？我的主意可是相当棒的。有那么难吃吗？光是辣的。姐姐，我就做对面，不用送了。那你路上小心哦，那送给你。谢谢姐姐。你会说话。你是不是噎住了？柔柔，你终于醒了！你别怕！柔柔，你干嘛老是叫啊？你走过来。打我！我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以为是你出事了。是个火龙果，躺一会儿。干啥呀？雪花飘飘。今天是红灯啊！谢谢。一点用都没有，走路都要认输。哎，你这人，姐姐，那是我妈妈。你妈？那她姐姐想说她不关心我吗？不是的。自己吃吧，以后我不会再喂你。妈妈，对不起。我造了什么孽呀？怎么会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女儿？听得到妈妈在哭，妈妈想我能够独立。来，姐姐送你。谢谢姐姐。怎么了？姐姐，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了。那太好了。可我用的是妈妈的眼睛。肺癌晚期，只能靠化疗来维持了。不用了，我想把我的眼睛留给我女儿。有一种爱，叫做母亲。小朋友们，我该怎么办啊？